们现在啊，在浅草这附近哦，然后在网络上面呢，找了一间这个店叫 BBB 食堂，但是那个 BBB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店，但是它的英文的菜单上面写的 BBB， 然后评价还蛮好的啊，那我们就来吃吃看看它好不好吃这样。是好吃吗？好吃，而且不会很咸哦，不会很咸，因为日本的食物都很咸。然后我们今天来的是 BBB 食堂，然后它这里呢是那个北海道的海鲜的餐厅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可以搜寻一下。